在传说当中的天宫，土地公只不过是真水的神明，但是在人间，土地就是信仰的根本，无土地的人就无法度生存，所以土地公有真广泛的信众。自古以来，所有人拢自怀尊敬这位外貌慈祥的神明，对皇帝到百姓，大家人每一年拢爱诚心的祭拜土地。到了汉代，土地公的文化渐渐形成，供奉土地公的庙宇到处拢是，并且还佫按照生辰吉凶来进行划分。对国家级的大庙到长江的小庙，这位看起来官职真小的神明，却是亲像得到了上大程度的祭拜。我们闽南这个地方，家家呢，这个中堂上面呢、啊，像我们闽南和台湾都是一样，这个、中堂上面要摆两座龛，一座是佛龛，一座是主公龛。那么佛龛里面一般呢，就摆三尊，一尊是玉皇大帝，一尊是观音，一尊就是这个土地公。为了土地，人才会当生存，才会当发展、赚钱。所以土地又去自然的变成为财富的守护者。所有人相信对土地公的尊敬，会当让家己得到更多的财富。就算讲是伫个科学高度发展的今日，人类的这款主观的信仰还阁是延伸不断。根据了解，厦门市双叶山半山土地公庙是祖国大陆游客最旺，也是最大型的土地公。大型的宫殿将要落成，一场关于土地的文化变革正伫个悄悄发生。土地公信仰新文化，将让阮对这片信仰的土地加一粒感恩的心。我们来提倡这个福德文化，提倡对土地公的感恩和尊崇，有它非常现实的意义。就是我们应当更加了解我们脚下的土地，更加珍惜我们脚下的土地，做好环保的工作，做好土地的利用工作、保护工作，这个也是我们文化保护的内涵之一。对于2006年开始，这座土地公庙就开始积极的联手，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开始精心的营造、推广着一款新的土地公文化。正是如此，对大成功时代土地公文化以及其他神明的文化，予咱带来台湾本土以后，真侪神明的文化已经愈来愈成为关乎信仰的文化共通的文化。这是民间信仰的一种，
很好的联谊啦，啊，这嘛是大家拢足共同信用的神明，所以这个联谊吼，嘛会带动两岸的真和平，啊，会进步。下面我介绍参加我们今天奠基仪式的领导，有我们市民族宗教局的黄恩典先生，还有我们区民族宗教局的林明苗局长，我们区行政执法局的朱少芳副局长，还有我们湖里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杨良斌，我们湖里街道副主任陈荣琪，还有我们仙叶公园管理处的黄明辉主任，还有我们潭边社区林建德主任，这是我们公庙潭边公庙理事会的林福社会长，还有我们社会各界人士的那个我们陈永茂先生，啊，尊敬的各位领导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仙叶山土地公庙因仙叶公园的建设需要，经湖里区宗教和民间信仰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专题研究同意签订。今天我们塘边社区居委会、塘边公庙理事会在这里举行了迁建的隆重的奠基仪式。
仙岳山土地公经，开工送殿仪，现在开始。全体肃静。全体肃静。恭请主祭人、陪祭人、同祭人就位。恭请主祭人、陪祭人、同祭人就位。请香。请香。请主祭人献祝文，跪跪。回公元2008年岁次戊子年8月初6，公职。厦门市湖里区仙岳山土地公公开光送匾之良辰。仙岳山土地公庙理事长林福寿谨领善信，致祭于仙岳山土地公座前，而宋以词曰：自古而来，土地负载万民，生养万物，育五谷而自苍生，生绵麻而衣百姓，历万年而不辍，经百代而不衰，天地万物，天生地养，皇天厚土，功至大，恩至深，人乃万物之灵，岂可忘乎天地之恩德而不时时感念，铭刻于心。资质送典良辰，虔诚礼拜，红身祝祷，两旗土地公降福，保赤子之康宁，佑国家之安泰，教我生民之感恩，爱乡土，讲诚信，九九归一，发展和谐，功德圣听，见此赤忱，互为上香。恭请主祭人归位。出现毕，出现毕，在线。
世人贵，世俗灵贵。林志成、陈连生、张春英、郑建生、陈宽祥、林国忠、李志明、梁陆峰，请香抽烟。主祭人，塘边社区寺庙理事会监事郑建才、叶永来；陪祭人王天丁、李江田、佘建强、佘福生、罗良博、陈明辉、叶秀莲、郑进金、黄宪煌、林淑珍、孙义健、李永之、林朱勇，请香
家休。家住在